就是你从下巴，你看你下巴，你就用这两个手势，你看你就这样，你是不是把他们脸就有点从下这样子，这个脸会一起会拉上来，然后微脸，嗯，微脸，然后这到这边你就这样，你看到这边你就你看你这样握住它，对不对？嗯，收上来，这样上来，就到这边给它摁一下，到哪里打一下？ Okay, 到这边了，额头，然后轻轻按摩一下，它会，其实这边血液循环它会更好吸收，然后它也本人也会比较爽。哦然后这边就到这边就给它这样推开，然后这边再这样给它往上扒一扒，好，然后这个地方你看有吗？全部你看啊，你弄完了不能再有这个白色，你会不会这样子给它夹住了？嗯，所以这边给它抹一下，所以这一个哈、哦，你看到它，我们抹完了以后，你可以再翻一下，就等于是洗两遍。我们这个哈、哦，嗯 ，Atomy 的这个 OK， 这个我们这个有抗菌功能，还有哈、哦，一般上我们真的你普通的你洗两次它就透明了。我们这个我一般是拿来洗一天的，早上晚上就是洗脸啊，洗完脸以后它一张真的还好好的，过后拿来洗我们的洗脸盆，然后才丢掉，洗厕所包括就直接丢泡泡，然后其实你再加点水它还可以再搓出来，还可以再搓出来，你看剩很多的，嗯，好，那你就所以这个、哦、因为泡泡很多，所以我们先给它第一把眼睛给他抹一下先，然后会见，其实会叫他自己去那个，像在上面抹一下，抹一下最好是到时候就直接。所以这个哈、哦，因为泡泡很多，所以我们先给他第一把眼睛给他抹一下先，然后会见，其实会叫他自己去那个，像在上面抹一下，抹一下。所以这个你就是这样大概一层啦、啊、就是这个地方眼这个上面就不要放，但是避开眼睛稍微轻轻这边一点 OK、嗯、然后就是因为它大概不少到这边就好了，因为它这边下巴有点抖、嗯、所以这边有一点点的话你这边可以稍微给它放一点、嗯、但是如果有那种很大的痘你就不要直接放在上面，就有一些真的是哇我有洗过一个脸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痘痘的那种，那种你就不要说直接擦，把它稍微避开一下、哦、这种 OK 啊，这种上次那个水道是这边两坨特别那个以前那个水要小摇的时候，所以他当时那时候去大城做的时候，就那个区我就他这个区我就没有，我就没给他放，就不用太厚，也不用皮肤，你的护肤品就能吸收，很好的吸收。OK， 来，哎，我们去洗手。他只是把老化的表，所以其实现在开始吃自己吃是 OK 的啦。其实有时候过一点点，我们自己吃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对，因为他我现在就吃一个，我刚才肚子又鼓了。那个，你说的时候我赶紧来补，直接没涂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口罩，口罩戴着。这个是色的那个。哦，这个特别是那种像那种不喜欢口红。